刮风了，我怕你着凉。我怕热，去把门打开。我给你扇风。桑琪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还热吗？胡闹！还不快停下！让我坐一下你的位置。你想干什么？坐一下你的凳子。桑琪，你我虽然是软的，还没有毛，凳子不是应该铺了设备？快下去！这块儿站。你别逼我。 我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你快起来！小七，快，音都没有，给我下！小七，快！四爷，哎，你在屋里吗？这屋中什么动静啊？哦，没事儿，冯博士，你有事儿吗？四爷，你现在是否得闲，让老夫进去跟你商量一点事情啊？不行，我正在整理书籍呢。 要不一会儿我过去找你。哦哦哦！快给我下去！你快给我下去！桑琪，桑琪，桑琪！ 中毒后很小。公子，如何？如您所料，桑小姐确实中毒了，可是饭菜用银针试过，并无寒毒之兆啊。没有寒毒之兆？难道真的是？桑琪现在如何？桑小姐，桑小姐回府以后一直昏迷不醒，遍及的几大名医都束手无策。温太医，听闻宫中的温太医擅长解毒，快去请他。 我也问过了，温太医刚刚出城。出城，备马。是。玉兄，当年我没能救下你，这次我绝不能让桑琪有事。撤！撤！